是鲤鱼，那么欢迎来到 Please stop crying， 请停止哭泣。这次我们要来照顾小孩。是的，我突然间当爹了。这次我应该是给别人当儿子，不是，这次我应该是当爹。你也可以直接把我理解成保姆。保姆模拟器，我们来照顾小孩，应该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家务，同时要安抚小孩，不要让他哭。天哪，真是艰巨的任务啊！我们赶紧开始吧。这是谁呀？这是我老婆吗？哦，我会出去两个半小时。我离开的时候给你留了份家务清单，你一定要全部都完成，然后确保小孩要开心哦，你知道吗 ？Oh no！ 啊，这是我的电竞房。哎，我屋子里怎么了？怎么到处都一片狼藉？这是宝宝，你哭个屁呀，宝宝！哎嘿嘿嘿，宝宝哭了，右下角怎么有倒计时？宝宝你怎么哭了 ？Oh no！ 怎么让他不哭？我扔出去！哦吼！哎，宝宝怎么扔？哎 ，Oh no！ 你去哪儿了？不要乱跑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哦，右键，不停的按右键来安抚他。哦，这样他就不哭了。喂，你跑的溜得好快呀！扔不走他，扔不掉他。我不想要他了，我想换一个小孩。哦，清单是啊，扔垃圾、洗碗，然后扫地、洗衣服。哎，怎么又哭了？人呢？哎，哦，啊，怎么越来越难安抚他？最后一项是，清理草坪。Oh my god， 我光看这个说明就看了好长时间了。我应该洗碗，碗在哪里啊？脏碗在哪里？脏碗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小孩不要乱跑啊！乱跑的话，我不是很容易能看到他耶。糟了糟了，要找五个盘子吗？我先找个三个盘子。哎，怎么宝宝又哭了？宝宝哭的时候我什么都干不了。宝宝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妈妈一会儿回来了，完不成任务我就遭殃了吧？哇！你个无辜的眼神，滚！啊，我们这怎么还有裤子？大裤头子，这往洗衣机在哪儿啊？能扔洗碗机里吗？哎，不行啊！哎，裤头子，你闻闻，怎么办？啊！怎么又哭啊？个臭宝宝，你真的是我的儿子吗？你不要再哭了！哎，怎么越来越难呢？我鼠标又一个无辜的眼神，一个无辜的眼神，我怎么把它扔出去？我能蓄力吗？不行啊！哇，这地上还有衣服，洗衣机在哪里？这个有的门我开不开是什么情况？啊，他怎么又哭了？啊！OK， 滚吧！这有垃圾，垃圾袋的话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。哦，那洗衣机在哪里呢？啊，这门怎么能开了？刚才怎么开不了？哎呀，洗衣机在这里。哎，时间到了吗？宝宝，宝宝你，宝宝你怎么跑了？我获得好多成就啊！啊！死了，完了，那是我老婆吧？她生气了，女主人生气了。哎，能给你扔进烤箱里吗，宝宝 ？Oh no， 这个是，哎，怎么又哭了呀？我什么都拿不了。哇，哎，哎呀，不哭了，这里有，哦，这是修理草坪用的除草机，我们先除下草吧。哇，这个任务看起来好复杂呀，我们要在。2分30秒之内完成这所有的事情吗？小孩，你不要哭了，你哭的话我就没办法完成了。哦耶！啊，他可别跑！哭的时候不要跑！哇，我得两只手摁鼠标啊，要不然很慢啊。这个衣服，衣服的话我要放进洗衣机里面。哎，我能把宝宝放洗衣机里吗？一会儿试一下。除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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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草。完成了吧？完成了，完成了一项任务。我们要，哦，我们。啊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怎么抱着他还会哭的？哦哦耶，哦耶，哦耶！来，你无辜的眼神是吧？我走你。哎，他怎么扔不进去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吸尘器。哦，地上这是谁拉屎了吗？我去，宝宝拉了一地啊！
你怎么到处拉屎啊？波跑！啊！迅速安抚，怎么样？我是最佳保姆。吸尘器，哇，这怎么床这里都拉了一地呀？我还没完成吗？哪里有没吸的地方吗？衣物放进去 ，OK。啊，宝宝又哭了，宝宝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在户外来回溜达？哎呀，还有39秒，滚蛋吧！我这感觉时间不够用了呀。袜子怎么要跟衣服一起洗呀？糟了！哎，我碗还没刷呢，别跑啊！啊！反正完事不了了，滚吧！我能给你扔垃圾堆里吗？3秒钟了！你妈来了，你就不哭了是吧？躲起来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哇，好丰满啊！我有了一份工作 ，no， 饶了我吧！这是艰难的任务 ，oh no！ 你不要再哭了，别跑！哇，我怎么想起消费者之夜了？滚蛋！这里有垃圾，我们先扔一下垃圾。真的能完成吗？哎，我能撞死你吗？撞不死啊，这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是疯了吗？天哪，有孩子的话啊，怎么这么痛苦啊？快 ！No， 简直就是恐怖游戏！扫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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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地。这个草坪真的是好浪费时间啊！啊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，宝宝？哪里？这是电竞房啊！他去哪儿了？哎，啊！这下糟糕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同时干好多活，这样感觉才来得及呀！啊，宝宝，我刚才看到在这附近呢，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，宝宝？啊，宝宝！还有1分钟，哎呦我去！他怎么还跑了？摁错了！啊！哎呀，我又摁错了！啊！我应该弄个鼠标连点器，真的。碗 ，OK。第二个碗，哇，你这是吃屎了吗？你们这个碗上面的形状。啊！哦，完了，20秒了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完了。完了、等下糟了，我能拿起再拿起来吗？啊！电脑桌那里还有一盘空盘子，它所有的位置都是固定的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还没好吗？哪里有灰尘啊？哦，这里灰，怎么还有个厕所啊？我能把它扔进厕所里吗？哎，我给它关到厕所里不就 OK 了吗？哎，直接给它塞马桶里，关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我才发现厕所里还有个裤头子，等一下，裤衩子。完了，我刚才浪费这些时间，我觉得来不及了。袜子，还有这个。为什么哭了我就不能拿家具？我们已经完成3项了。啊，它在哪儿？哎呦，完了，还是来不及啊！8秒啊！我跑厕所里躲着吧。你这个宝宝太坑爹了！我躲到厕所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！你的宝宝是个智障！哎，这滚开，智障！啊，盘子扔进去！天哪，你们这是吃老八秘制小料理了吗？吃这么脏！袜子，
必经之路一定要节省时间。我节省再多的时间，人呢、啊？完了，我人找不着了，我人找不到。OK， 滚！哦耶，明明之前都很顺利的，这怎么真的有一扇门我进不去啊？这里有个盘子，怎么又哭？这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吧？啊！我还差最后一个衣服，衣服。9秒钟。啊！1秒，我就差最后一秒吗？Shift 是可以疾跑的，我之前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才知道可以跑啊？我是弱智吗？啊！我还差碗，碗！啊！我就差2个碗 ，no！ 这你这个臭宝宝，我要掐死你 ！No！可恶可恶！啊，这次我一定要！我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大致的路线，我已经完全的摸清楚了，宝宝。可恶！可恶可恶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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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把衣服扔进去，垃圾倒一下好吗？好的，垃圾倒一下，非常的棒，行云流水啊！一套操作下来，行云流水。正好在外面，走。哦，你不要再哭了，撞你！哎呦，哇，把你做成宝宝果酱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！一直抱着他，不扔他，但一直不扔我拿不了东西，他怎么又跑外面去了？算了，我们。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房屋。房屋的话，厕所还有一个，厕所还有一个。哎，衣服一 ，no， 还可以，他跑到我面前了，就不是很难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把这衣服扔出去。这里有一个衣服 ，right， 这里有一个衣服，这里还有一件衣服，这里还有一件衣服，三件衣服集齐了，我们可以召唤神龙吗？他跑哪儿去了啊 ？OK， 这里有个碗，碗碗碗碗碗，48秒。Oh no! Oh no! 啊！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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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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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不要卡着我。33秒，我们就差洗碗了，就差洗碗了。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最后一个 ，yes yes， 我们终于做完家务了。啊，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工作。耶，年度最佳老爸，什么鬼呀？这就完事了？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？哇，感谢我的支持，他会做更多的游戏。天哪，哇，这真是一个恐怖的宝宝，他连标题画面都在偷窥我，求求你远离我吧。哇，我感觉这个妈妈好像有点唐氏综合征啊。哇，这个小孩也感觉有点毛病。来吧宝宝，关在厕所里享受你的美滋滋大便吧，不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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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出去，好吧。那么今天的请停止哭泣就玩到这里了。那么别忘在视频下方留个言，记得点个顶订阅一下下期视频。我还会见你，记住保持微笑。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